花元福老师测字占卜，未来一个月我在哪一方面可以成功？好，哪方面可以成功？我们的字面是这四个字，平传捷报，非常不错。这四个字每个字都很好，从这四个字里面选一个字来测看看。那请现场贵宾还有观众朋友，请你来选一个字来测看看，未来一个月我在哪方面可以成功？那请喽。好的，波西，波西，您要玩吗？好啊。好，你知道测什么吗？哈，选一个字嘛。对对对，好，先。我们从后面往前开讲，第一个是豹的。豹是艾菲尔老师跟西言选的，还有观众朋友也是选豹的话，答案是收服情人，甜蜜幸福。看一下这边是幸福的左边嘛，那右边是福的结果，所以呢，他在是感情方面可以成功，是给了80分。好，其实是结。杰是博西跟张老师选的，还有观众朋友也是选这个杰的话，答案是奔走拮据，有些凄凉。算了，不听你了。唯一比较不好的只有30分，来不及了，你还选？啊，30分，不是，哎呦，啊，这么惨，没关系，那是20年后的他，对不对啊？哦，30分啊。好，下面传传这一看就是这个人很专业，这个人工作很专心嘛，所以通常是不错的哈，是工作专业，职位高升，所以是啊，对，这是乐言选的啊，所以这个是工作方面成功90。这边是这个，哎，肥水不落外人田，我们两位主持人所选的评，这个是答案是。太岁照顾，顺利赚钱，是钱财方面是100分。谢谢老师。